Hello， 我是比诺，今天来玩雷拉拉的对剑。这把对剑是超级玩具，战绩超帅，但伤害感人。所以只能玩他的平 A， 但平 A 没有侍女剑强了。由于武器是四边形加成，必须是水桶号才能玩。如果跟夜与火相比，平 A 跟战绩都输夜与火。因为我没有 idea 了，所以拍玩具来说一支影片。出装是这样，使用连击增伤套，浓灰大盾护腹，增加物理减伤；米粒神一手，增加连续攻击的伤害；腐败剑勋章一样，双手龟护腹，超快恢复耐力；黄金树力士，增加攻防。下波莉莉丝后增加全属性伤害，没有300等以上，基本上别想玩这对刀。这个对剑玩得很辛苦，原本以为会并剑夜与火，结果玩得超折磨，恨不得买了这把武器。DLC 的玩物大多都很搞笑，最强的是阿美毛吧，其他的玩物我真的不知道存在意义。这是倒数第二个流派，最后一个可能会讲本体的。因为 DLC 的武器不是轮椅就是幽默的玩具。今天废话到这里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谢谢。